现站了好久，不知道要往哪走，还不想回家的我，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。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，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，也把信仰从般剥落，拿掉防卫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想起我，你会想起